要准备继续啊，继续开打官司。看上周的时候，那个上周那个也蛮扯的，就是在我对于那个委托人，因为也是代委，他是他未婚妻给那个，就是希望帮忙帮他辩护，因为我们对当事人一点了解都没有，这超扯的，这真的没问题吗？哦，对啊，我这边好像有点声音，处理一下，还好。好了，这样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嗯，陈木堂今天没了，脚的旧伤还在，痛。那么早开始做发声练习，真的不会让自己的喉咙直接哑掉吗？看到这个脸，好像坐下去了，天啊！我一瞬间不晓得他的这个衣服是故意这样穿的，还是怎样、欸。哦，这是比较纯左。竟然这么厉害吗？什么鬼？什么节奏啊？哪个节奏啊？居然只有脸的吗？什么智障画面？有人亲眼目睹了犯案瞬间，有这么明显？有这么夸张吗？就是直接到夸张到就是已经都别人看到了是吧？太恐怖了吧！
嗯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主动说出犯案动机。嗯？乱七八糟的，天哪！说美冠直接站在旁边嘞，我刚没有注意到，然后突然回过神来，是发现之前的时候还是律原本自己的牙楼律师，然后后面变成陈步堂，现在变美冠。到底是你好难伺候啊！天哪！真的不要乱挑衅，哇！乱挑衅是会加，最后被加上去的、啊。天哪！嗯，等一下，我先啊，还不能看那个吗？医生是黑心医生，必须有人出面和你教训他。半年前住院的时候帮忙开了刀，结果手术失败。所以是哪边失败了？先让我看看这些东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还在记录里面？刀子没有什么问题。啊，这可以转的。啊，这边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看？应该是没有。嗯，这看来目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。那先看一下那个叶签。单曲破百万乐团的乐团长，团长，不知道为什么穿着和服搭围裙，拉着摊车死去。啊，按错了。哈哈哈哈哈！
凡人组。开了一枪，哇，这么惨！被击中心脏。不是，你这个也蛮扯的，用牙齿接触子弹，这个很扯。出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你的话语化为不会消失的子弹，射进了我的胸膛，这不就是盐弹吗？居然吗？居然还有其他相关资料吗？心脏急进处确认发现金属片。移禁书安排精密检查。哦，嗯呢？这不是不是自己脑残吗？激情演出谁啊？谁跟你激情演出？听听目击者怎么说吧。安静下很正常吧。哇，这谁呀？说话啊！合金金座。他现在没有，他没他他 他学生，勇猛大学，怎么好像听过这名字啊？理工学院，好。
跳过他了，直接跳过去，闹嘞！哦，这边讲的倒是挺正常的啊。手中的手枪对准了餐车男，正面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。他不是说是从右面的太阳穴吗？啊，手枪。指纹被擦掉了，射出了两发子弹。啊，我看过他。等一下，先看一下。哎，我不能这个时候看那个吗？我看那个证物的部分。也没有什么可以。这个枪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个里面的弹膛的那个。的那个瞄准的那个线不太对劲。嗯，是不是没有其他东西啊？这里面没东西，这里面没东西可以看，好吧？正面这个地方，我印象中是餐车呢，右侧太阳穴呢，所以是这个啦。他惊讶的时候的表情有点像是鬼太郎。弹孔的位置。完了。不是，弹孔的位置是在右侧的太阳穴，对吧？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脸，这个很像是那种搞笑漫画会出现的那种脸的，天哪！就是那种非常早期的那种漫画那种会出现的，高额头。
对他们喊了什么？哦，还有追加的哦。举起手上的时候采取行动。你们两个快住手！这个应该是假的吧？他不敢的吧？被害人循声看向在下，然后就想起了这场景。等一下，拿个东西。我决定一边克林嘴，一边玩这个游戏，看上去也是在看电影。我决定用这种方式继续玩，有看电影的感觉。然后就拿个零嘴在旁边克好了。我的指纹被抹掉这一点蛮奇怪的。这么近吗？我还是会用这种方式去 表明我的视线看向哪里耶。嗯，等一下，响起了一声枪响啊！可是枪有打两发呢。看起来应该是要。啊，看了不行，不能这样子、啊。啊，爆炸！
存，欸，嗯，我先存这个部分好了。有点在意的是他匆匆那个就这样丢下手枪的部分，可是手枪上面的指纹被擦掉了。不是，哇，居然是这种的，被少女反驳的哑口无言的大学生。嗯，啊，他丢在哪里啊？这案发现场发现的话，那这个东西理论上他应该不会带着的，因为他都拿小刀，里面有指纹的。有问题吧？怎么淡定啊？天哪！哇，深刻的体会。哦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发生什么事啊。欸，是其他东西。就是小刀啊。昨晚深夜放的电影倒是什么啊？极道电影吗？还是早点睡吧。对方真是好犀利哦！天哪，这是审判长还蛮主动的，是因为我是我太久没有玩嘛？我觉得他这次讲的话还蛮中肯的，有确实推进剧情的那个整个法庭在进行的过程中的那种意见呢。审判长也变得比较聪明。
不要再翻书了。为什么他穿这个蓝色的，让我一直都觉得他好像是雷文克劳的。报警的过程，不可以离开现场。所以你有手机，在十分钟之后赶到现场时间内的时候，没有其他人出现，还蛮短的。相反，在的反方向。对啊，美观是想说什么、欸？我到底想讲什么？要说出来！天哪！欸，他是说半夜发生这个事情，那晚上十点之后死因为右侧太阳穴中枪，十点之后这个。可是他没有其他这种东西的叙述了、啊。死亡时间是十点后。九点半吗？我就想是不是手机啊？可是我要先问出来跟手机有关啊。
我这个时候丢出手机来有用吗？一二四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东西出来，他没有讲出什么东西啊。拨打手机。中文是他这个地方。他这边是想要让我先暂停，是不是？先等待一下。哎，怎样怎样？啊？谁啊？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鬼事情！嗯？这种行为是可以的吗？超诡异的啊！这样子就这样都带去哦？啊 ？What the hell？ 我有点困惑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哭了。哈？怎么能做出这种东西的啊？天哪！太扯了。这种东西真的能做这样做吗？从告北狐主变成告自己的那个助手。
太夸张了吧。嗯，看见证人的感受是怎样？这是什么鬼？居然是要玩新的能力吗？这样新能力是这样出来的吗？他的犹豫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动作太细微了。观察他的阵术，天哪！什么？现在在找替身能力的意思吗？这还有一件事让我想起了《成龙历险记》那个老爹。嗯，你就不要一直玩这个啊！可他那个出现的契机真的很夸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全场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就任由那个东西冒出来嘛。你还可以站回来啊！天哪，嗯，这个是怎样？啊，这个不用接。
那我先存档可以了吧？我先存档行吧？要不然的话，我这东西还要再重新跑一次，会有点麻烦。这么厉害吗？这个太夸张了吧？为什么你知道锁镯会有问题啊？那个锁镯太厉害了吧？这我要怎么按呢？啊？太恐怖了，这个。动作放大器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恶心嘞、欸，恶心。是我自己移动啊。到底要说什么好嘞？这个
请他出示手机好了，因为他我对他手机一点了解都没有啊，我怎么知道手机寻那个号码？手机号码没有用啊，型号也没有用啊，那就只能够出示手机了。不在身上。我要施法！天哪！蛮远的，他走出去了。说更委婉一点。能够证明手机是在案发当晚遗失的证据。证明在当晚遗失的证据。我先查一下。能够证明他的没有多少东西耶。案发当晚遗失的证据，那他的时间就很奇怪了、啊。这个东西的时间也就很奇怪了。哎，我怎么是粉红色的？天哪！他是在。这是在9:30呢。9:30的话，这个能够他那个吗？那个可以对他那个吗？直接撒粉吗？这是不能撒粉吗？来，先试试看好了。
啊，按错。啊，不行吗？什么？我没有懂啊！案发前就掉了的话，手机不可能完好无损。案发前就掉了啊？不是，案发前就掉了的话，那这个东西车停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被碾碎。啊，全部扯在一起了并未发现有任何关联。哼，除了这只手机以外，所以我们只能从这只手机上面找线索了吗？这人准备好了吗？是。那他，所以美观一直在专注看着那个证人的部分，就是我要看他的细微小动作。实话。超市购物，嗯，怎么算啊？算了，看来不是每一次都会有这种东西出现。是去超市购物。你没有收到也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他现在才说出来啊。尽情试吃之后就回去了，啊！天哪！超市在这里。会经过宇宙医院。
公园。应该可以反复问吧。店名非常重要。不，我劝你不要。对，在这种老人家来讲，那个东西应该不太适合吧。一脸同情，天哪，好惨哦！看到的是倒影吧？吗？会是这样子吗？该指哪里呀、啊？这是要让我指哪里呀、啊？天哪！我想到这边会有水。这嗯，怎么办？好尴尬，我天哪！我要去哪边找他的那个图这去翻，说这个东西去哪里啊？很糟糕，非常的糟糕，我根本不晓得它哪个地方是有水的地方。网络查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好了。我直接去 Steam 直接查不就好了吗？哎、没有那个图真的是很难看懂、啊，它那个东西甚至只是这个图没办法完全显示出来有没有问题啊。这个地方没有任何跟这个不是
他的地图看不懂啊，这样子，这样我算了。我自己先找一下。先让我找一下。啊，看反面吗？看这里，可是我没有看过他另外一面啊，重点是我这边我不能够看他的那个土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边的土我没办法看到了，因为从这地方看一定是中田飘香面，难道另外一面是反的吗？他是叫我指这里、啊。这个地方要让我可以翻正物啊！有啊，从另外一边看的话，那他那个喊的时候，他转过头的话，那应该会是太阳那个左边的太阳穴中啊。怎么又有动画了？啊，他要继续，他要做两段动画，太智障了吧？不是太有心了，就这样太有心了。我说这样子，它的难度其实比一二三代比起来，这个是有降低的。只要你敲的是另外一边哦。
没办法断人说出你就是真凶。这个是要怎么？我该选哪个才对啊？如果他不是真凶，那代表说我不能够他写他涉嫌杀人，因为他不是真凶啊。真凶的话是杀人的那个。看一下法庭记录好了。枪还可以被擦掉，这个东西也蛮扯的。射出两发子弹，然后这个东西不管。餐车，啊，这个都，哎，等一下，按错。这个餐车也蛮鸟的，就是刚刚那个状态下面要让我可以翻证物啊！天哪！串肉的肉串，天哪！当时没有点到这个东西，没有意会过来啊！天哪！嗯，垃圾桶中发现。其实这张地图也蛮多没办法直接点的东西。告发那不告发也不可能，要告发有东西，所以是中间吗？现在是不要告发杀人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。哇，他这里面经常冒出这种东西耶。现在冒出这种就是好难选择的东西了，你也不晓得哪个才对的、啊，先试试看告发其他罪行好了。没有老实交代这几个字。保持沉默的理由，该不会真的？内裤，因为只有内裤是跟，哎，哇！竟然最后压那个压垮最后那个吗？达到目标的要素之一，竟然是内裤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那个、啊？可以点开？哦，对，它可以点开，对。算了，不要再点开它好了。应该是内裤吧？啊，应该是对的吧？这个，证据就是这个。这个手指出来的话，那个尾端照是衔接的内裤，之类，真的是很闹，又觉得很好笑，又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他沉默了。
个有被写进去吗？为什么我真的没看到这一段？我是说没有被文书记录起来。哎，算了。那为什么要偷嘞？哇，评价下降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内裤变出轮胎的谜题。什么鬼？那你应该请教，不是抢啊！好恐怖哦！好恐怖哦！知道为什么要撒谎吗？哪个证物显示了证人隐瞒自己的案发现场所在的理由？理由？怎么这个时候冒出了这种东西啊？天哪！理由？目击案件时，怎么没有什么头绪的感觉啊？哪件证物显示了证人隐瞒自己啊？
我不打算以杀人罪嫌告发作为证人。关于这目击时所到的为什么撒谎，为什么要撒谎？有个这个，当时站立的站的地方有这个，那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这边没有那个图可以，没有那个图可以看的，真糟糕哎、欸！这边，然后它是餐车在右边嘛，然后那样子看的话，它这边没有那个示意图，真的麻烦。这样弄起来，然后人是在那个地方。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啊。先不论内裤的话，不论内裤的部分的话，目击案发哪件证物显示了证人隐瞒自己目击案发时的理由？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所在的理由吗？手枪、内裤，怎么又是内裤？天哪！小刀被威胁了吗？会吗？会有这种威胁的情况发生吗？不过真的是内裤吧？跟手机感觉没有什么关系啊，手机不构成理由啊，这个东西当时也不出现的啊。其他好像没什么关系的话，那真的就只剩内裤了。如果是前面讨论到下来的话，好像只有内裤可以用。那试试看。哇！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当封面哦。你的口袋里到底塞了多少件内裤？哇！我觉得你不需要知道。你不会想知道的。好恐怖哦！什么光景啊！这个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好，觉得这太夸张了。我也觉得很离奇。内裤居然变成破案线索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，看得我头好痛哦！天哪，似乎派不上用场了。你就说吧。首先是被告，确实。的确曾将凶器指向被害人。好惨哦。又要再调查了。
哇，我这样就玩了两段了，天哪，两节。不是啊，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这里面看到最多我，第二话的，这是第二话吗？第二话的内裤要素是不是太多一点？啊，就开始吧，继续吧，继续吧。万事通事务所。哎，今天的编舞又过了。对，我也觉得话题一直围绕在内裤上，可以不要吗？不是，不是。这不是宣传，这不是宣传，所以我们还真的要去看表演了。我觉得他的那个帽子先生的那个脸可以再画得好一点。怎么了？先对话吗？以前上班的地方，所以也不是办公室认识的。转型成一般企业。这是转型的意思吗？调皮，反正真的不是叫调皮，绝对要成为组长，继续在黑帮混。后续呢？手术的部分，他们到底知不知道？我们打架是怎样？哎呀，他过来这边讲完话跑掉了，到底是感觉稍微有点嫌疑嘞。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可是就觉得他过来只是一开始就跟你讲说需要有人帮忙，然后之后呢提出了那个奇怪挑战书那个委托书，
然后现在这边又讲一讲话，然后人又走掉。感觉他有一些东西都没有讲出来。据我所看一下，某时刻。啊？啊！被逮捕了。对，振作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，真难得。我想先调查一下，哇，好久没有调查侦讯室的部分了。看这边没有东西了。内裤贼，美冠难得露出这种受到困扰、被骚扰的那种害怕的表情，天哪！那如果我要出示东西的话呢？不是啊，那个东西是手法，并不是真的无中生有啊。啊！所以他只看只认内裤吗？太夸张了吧！那我丢这个嘞？啊，没有用哎、欸。好吧，没有事了，那就移动吧。有人管这个只认内裤的家伙了？天哪，这一话真的离不开内裤哎！天哪，太恐怖了。我希望第三话不要再有内裤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啊，陈不同不在。说的也是，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处理啊。
你的味噌是不是太咸了啊？餐车是代代相传的，所以会很旧日。它传承了弹性十足的拉面与独门味噌。往方面说，堪称代表这一代的名胜古迹，行动的名胜古迹是吧？所以是隔壁那个东西，隔壁那家伙害的吗？要不然你本来要做什么的？对啊，好想知道，天哪！嗯，不至于吧？所以他应该本来也是医生。卖面的过去，奇怪的名称。嗯，该死的葱花！哇，这个比喻还蛮奇妙的。从幼稚园一起读百合班开始，遇到什么知道这么高低？好像蛮多幼儿园或者是幼稚园给小孩分班级的时候，都是什么水果啊，然后花啊什么的，当作是班级名称。我当时的分的时候是分水果，凤梨一般，完全没有动物了，可能有动物吧。可是花的好像比较常见的，花跟水果好像比较常见。干嘛？这是你要做拉面，他要跟你比做味噌吗？其实他也蛮看得开的，而且他每次做什么事情都那个的，啊，用数字啊，可是数字理论上应该是在国小才开始的吧？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当时的时候是用，可能幼稚园的一些方针不一样吧。反正我们一个人只会去一次幼只会那个啊，只会去一间幼儿园吧，并不会去好几间幼儿园去做比对吧。就只有跟别人去讨论，才会讨论出这种一些蛛丝马迹出来。
哇，他人是蛮好的，虽然他没办法做生意，所以他可能是很闲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好吧，那我们先到旁边吧。先车库好了，这个车库的调查，我的车库调查其实已经大调查差不多了吧？他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吧？猫咪。你们两个好呛哦！天哪，互相都很呛哎。我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东西了。啊，梯子这个东西不要再看了。梯子这个真的我已经看烦了。第一头是不用钱的。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。不是，是应该是可以，对，可以移过来这边的。这家医院和公园的案件有确实关系。哇，真的不能，真的就不行了。可是我们就可以进车库，很奇怪吧？这车嘞？啊，只好去跟旁边的那个狐狸打交道。又在扫，还没扫干净呢。小梅大姐头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别闹。先对话好了。年纪就是崇拜这种东西吗？有吗？大家年轻的时候就很崇拜黑道这种东西吗？还是这东西是不适合讨论？居然还有后，还有更下面的东西啊！龙胎到底是什么阶层的啊？倒是看得挺开的，天哪！
突然带回来的。女人的第六感。没有灯跑出来了。大笔干净的钱，这个可以讲出来吗？这是你买给他的，我们要看里面的，去滚。啊，当纪念。别！到一变从内裤里掏变出小刀手枪，到一根人形，太恐怖了吧！不是，这不是健检报告吗？这不是很问题很大吗？天哪，老是按错。看来是没有什么可以那个的。怎么这边的还在啊？天哪！很 OK 啊，按错。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吗？哦，一起丢，一起塞进来的。哎，好扯！啊，这边就也没东西了。这还可以去干嘛呢？啊，里面还可以去。这边这一次就没有被阻挠了、
要不要很城市很脏乱的，设置垃圾桶。你高举内裤，严肃的大喊反对的样子太震撼人心了。我也很震撼，我也很震撼啊，可是没有震撼人心的那种程度吧？那太恐怖了吧？啊，这一话完全跟内裤没办法撇开关系，太恐怖了。我先把那个该死的那个 tag 全都去掉。哇，有些东西没办法清掉欸。有些 Discord 的一些 tag 什么的完全没办法清掉，我就要一直重复看到那些东西跑出来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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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菜单什么什么拉面什么什么拉面什么什么拉面跟饭团，不是啊，他拉面就有三个项目啊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欸，所以这边没有其他线索了吗？嗯，这样该怎么办呢？这边就也就是说，这边附近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用的。关于按键，看一下陈不堂有没有在，啊，还是不在，果然，拘留所，拜托要哦，有，终于，哦，可终于哦，天哪，啊，总算有正常的进展了。哈哈哈！喂，天哪！不是好不好？多补充一点正常人的知识好不好？之前看到那个戒指上面画的是太极耶，天哪！所以你讲女神就好了。看着很头痛，真的。未婚妻，我叫杯酒，居然已经喝过了吗？哦，这个切入点不错。啊，你他不说，你也不说，那我怎么知道？天哪！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想忘掉以前的事，
打打杀杀，谁过去？你比较适合活在那个更早的时代，天哪！莉莉，就这三项讲完了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那我要出是什么？我要跟吗？去当武士，那武士的话，他刀应该要更长一点。啊，所以到时候会多东西吗？应该是我拿手枪或者是刀，他就会多出来这一段。那我给他妈妈的内裤呢？所以其他没有反应呢，他这个东西，所以应该只有小枪跟刀对他会有反应而已，对，只能这样子而已。你不晓得？那为什么要拉餐车啊？这样子应该就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看了。嗯，人还是不在呢。这样子的话，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有？诊所没有用的话，那就只剩这两个点了。但是没用，这没有。什么？把它当镜子用吗？天哪，没有什么用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是宅邸吗？哎，这边有后续耶，怎么回事？居然吗？怎么你们手上都有戴着那个戒指啊？啊！
排气管，好像是加错了油。哦，现场主任又出现了，又心情很差了。不是你的车咧，你的车要拿走啊！把车拿走，今天也是机器啊，行呗。怎么这个阿伯还在被拉着啊？天哪，太夸张了吧！啊，对，昨天有铺。生气了，吊儿郎当。又在吃了，天哪！对话喽！是什么关系呢？诺吧。网购的工具组，网购，哇，连这游连游戏都知道要用网购了。穿的飘飘然，比响叮当更加理想。什么样的检察官啊？我们现在这位刑警小姐讲的，宝月刑警小姐讲的就是遇见吧。啊？新的科学收藏，鞋印的东西。啊、你刚不是用失败，为什么就丢给我来用了？天哪！只能尝试了吧？再看说明书，天哪！这么多脚印吗？倒满石膏，要倒好是不是？
啊，这个有很难失败吗？把石膏烘干到变白为止。这边用滑鼠比较简单。这应该没有电力问题吧？这样有定型了吗？哎、欸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杉木，这用滑鼠是最简单的啊。居然这么不一样吗？都先弄看看吧。这个已经弄过了吗？就决定是你了。哦，这边是要按空白键，然后再用 WASD 移动哦。天哪，天哪！那我用滑鼠就好了。这边我真的用滑鼠就比较，真的用滑鼠比较实际啊。天，有个奇怪的那个一根的东西啊！天哪，我很好奇这是什么。哇，大家穿的都不一样呢。这个也要一开始就有收集他们的那个谐音的部分才有用吧。不是 啊我不做要怎么办？还决定都只剩一个了，还决定呢？傻了吧这？老实说，他这种东西很像动手玩创意的那种，就是自己动手去做些什么的互动环节，还蛮好的，是一种很有趣的感觉。我不是那边有缺角吗？
有鞋印在，是没错啊，只是就觉得那一段算了，管他了，反正这个东西不可能做到实那个实那个什么实时的那个调整的，当时那个游戏也不太可能有这种行为。神秘鞋印。出示证物咯。Gray， 看这个，没错。最后额外的角色出现吗？啊，在思考的时候就开始吃花灵糖是吗？哦，原来是在这边弄的，人真好哎！天哪，哎呀！他的这张上面还有那个逮捕军的那个图哎、欸，天哪！他那个逮捕军的图哎、欸，逮捕军在这里！哇，他们居然一直沿用这个东西哦、喔，天哪，不可思议！他们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吗？还画一个爱心，王喜妮，王尼喜法切，闹嘞，感觉像是搞笑艺人。冲喽！我们终于有这爱心会好一点啊？难道要不然你要写像是风破，然后下面一个 W 的，那个后面是写 WWW 吗？太奇怪了。不行吗？有，终于可以走进去了吗？走进去了，耶！哇，有熊放在那个地方哎、欸，怎么里面放一堆碗啊？有碗，这碗很可疑啊！不是吧？鞋子。
凉血。妈，这样子至少知道这个拖鞋是从这边来的。收费透明，对身心都健康。院长室，门没有锁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喜欢开锁好不好？自行车的防盗锁，自行车的防盗锁不是分两种吗？一种是用钥匙的，一种是那个数字的锁。说实在话，现在有人会还会数字锁会用三个数字吗？三个数字应该还蛮容易被破解的吧？虽然用四个数字的就是多花一点时间。可是我没有看过有五个数字的号的那个锁自行车的那种号码锁、啊，还是其实是有，只是我没注意到过。那也是啦，不可能跟案件没关系。洒出来的干了。灯为什么放下面？电线沾到了红色的东西，好奇。没有任何可疑。哎，等等，指印，有人有留脚的那个指印吗？可以科学办案的，所以这里面的粉末到底是留多少啊？天哪！要更清楚一点吗？不是撒好撒满的意思吗？灯泡破了，哈哈哈哈！那撒那么那个吗？讲话，与其说撒的是葱花，不如说我撒的是蒜粉吧。撒满，那像那个油葱酥一样撒满。啊，那不是用撒的，那是直接倒进去的。
闹嘞。这，他这个挪的方式不是很方便。这是口红吗？其实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嘛。盆栽被弄倒了。通向外面的窗户是开着的。必须今天偷跑进来，是什么东东啊？怕金鱼用这种方式养吗？天哪！四个数字，七九，没有吧？等一下啊！对啊，就用这个就可以了。不是，拿死！过来！打满！我就是往那个汤里面撒满满的盐一样。七九二五，真的是啊，开了，还有招财猫在里面。哇哦！所以猫咪没有线索吗？基本知道就是国语了。我刚一瞬间把王尼喜的名字看成王鼠尼，天哪，我是饿了吗？王鼠尼哥，天哪，眼馋。
新办护士是南奈美波。哎、欸，等等，问题很大。看过了嘛？那我看一下，病例也有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进心脏处留有手枪子弹。那鞋子也有可能就是美波的了。哎、欸，啊，这里面那位先生怎么不见了呢？中田呢？可不可以走进来这里面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也没有，猫倒是还在。有相同指纹的样本，等一下啦马上就跟我讲说，直接采集指纹吧，我明明就不知道这样做，天哪！有种特别的预感，这样不行吗？我这样子指进去也没有用啊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那、啊、这样子的话，我知道怎么用啊？怎么用给他看啊？所以真的要先试过一次，是不是？所以真的要用一次哦，天！
杀好沙曼。这不是铝粉吗？铝粉如果吃到会怎样吗？还是不会怎样？要用的还是要用，要不然它不算在内。就是说，它的这个的第二阶段这样子。指纹跟拖鞋的是一样的。这么人在移动的话，回到事务所。拘留所看一下。哦，有进展了。啊，两个人都在啊。那两个有问题，那两个非常的让人困扰。这样只能够再去诊所啦。啊，终于这个地方终于有进展了。不好吗？替某个被告辩护而站上法庭，某位天才死亡的案件。居然是造假啊！他突然讲说自己不是律师了，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难过。我给他看什么东西啊？还是给他看病历就好了。他也不愿意看啊。
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跟他有关联的吗？这个，他不想，他也不想讲这个东西。哎、欸。这边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有不一样的啊，这边没有这种东西啊。这两个东西讲完就没有后续了、啊，哇！然后这个东西拿出来还会讲什么？能跟他对话都几乎没有哎、欸，几乎没有东西可以讲。到底陈部长现在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线索哎、欸？这边基本上都也没有作用啊，那就代表我没有办法跟他有所什么能够跟他讲的东西就没有了、啊。这样的话，那我跟他讲话就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讲话的东西了。不行吗？不能。哇，糟糕！糟糕了，很不妙呢，这。啊，就是因为那家医院的关系嘛。啊，他终于要讲话了吗？哦、啊，是为了引这个东西的、啊。哇，吓我一跳！提供新的音靠是怎么回事？你是说刚陈部堂那个地方吗？没办法，因为宇兽外科医院那个地方相当于生命医处吧，就是只能够在那个地方提供比较这种特殊的手术。这么快啊！
突然想做健检，也蛮奇怪的。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跟他讲。这时候如果去北湖组那个地方，应该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吧？没有。这个可以指出来了吗？这个是不是我拿给他，只会吃开始吃东西？结果他这个东西居然有正常的对话，真奇妙。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后续了？难道是要再回去哪个地方吗？中田？有中田这东西又回来了。对哦，对哦，给他看就知道了，真的是哦，没注意到这个。怎么回事？说话啊！哇，拿下来了！我靠！居然那个东西是假发吗？你以为自己有头发？天哪！超多！哇，野生的红豆出现了！你知道我今天在那边？你知道我今天在那边清理厨房的时候，我看到垃圾桶里面有一包奇妙的东西。我问我妈那是什么，她说那是两三年前别人给的红豆。然后因为两三年过了都没有用，大概是不能用了，怕有问题，所以就丢掉了。北七小故事。哇，卖面先生突然变得很帅，天哪！不是啊，你要讲哦，没有，我要直接跟他对话。有颗子弹，应该是不至于啦，只是担心太久了，就可能里面有什么奇怪的化学反应什么东东，我不太确定啦，可是就避免了这种问题，所以就直接丢掉了。哦，那我是想到怎么有一包奇怪的东西，我才问。术后的病例记录了取出子弹后的情况，但是咱还可以看到子弹影子。手术难度过高，子弹停留的地方距离连接心脏的大动脉极近。子弹周围全都是动脉，普通的医生是没有办法动这个手术的。
心脏的收缩与肺部的活动都让这颗子弹至今还活着，能活半年。又带上去了，又带上去，不要带上去，你拿下来很好看的，拜托。啊，里面长香菇，哇，开始菇菇栽培，不是，长出香菇哦，有点恐怖哎，说真话。可是是里面有孢子还是什么东西在里混在里面的吗？竟然可以长香菇出来，果然菌类是。菌类真的是很神奇的存在，找到很多层面上都很难去理解为什么可以长出来。突然很现实面，它还能吗？哦，待续了。那明天的话就直接就，哇，今天一开始就是开庭，然后明天的话也是一开始就开庭，太刺激啦！我不晓得他明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一话就结束了。因为他有时候他会卡到，就是因为他是续审法庭，所以他是最多三天，他可以最多跑三天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可能还有法庭第二天以外，还有法庭第三天。可是我觉得这边他的故事的流程感，故事的发展应该到明天可能第二天的部分就结束了，不晓得，反正我只是这样推测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你一起开庭。我跟你开庭，我觉得会直接这个庭大概会烂掉，大概直接出意外吧。干嘛？我们下一章是要告红豆的意思吗？看红豆一过来就马上被呛爆，天哪！好了，就先这个样子啦。明天的时候再那个，你再继续跑吧。